柯文哲呛内心是深绿，维持蔡英文外交路线，也谈韩粉直播主陈清茂比特王支持柯文哲，陈志汉呛韩国瑜像个陷入疯狂的醉汉。柯文哲表示内心是深绿，又要维持蔡英文外交路线，看来台湾配合美国仇中，去中供应链已成台湾社会主流民意。而过去挺韩的陈清茂比特王也挺柯。 国民党方面则指出，柯文哲的战狼陈志汉呛韩国瑜像个陷入疯狂的醉汉，这一切代表什么呢？其实柯文哲过去也说韩国瑜没读书，高虹、安郭台铭更是酸韩国瑜酸很大。但因为过去挺韩国瑜的陈清茂、比特王诸如此类的人也挺柯或挺郭，很多人据此表示韩粉未完全回归云云，奇怪了。 直播主改变支持对象就表示原来直播主底下的观众也跟着投靠了吗？这是什么鬼逻辑？我们就从柯文哲说自己内心是深绿，又要维持蔡英文外交路线，为何又要搞蓝白河谈起？柯文哲大半年以来搞蓝白河，至今越来越显现其权谋一面。之前柯文哲喊跟侯友宜比民调输的退选，假如侯友宜。 真如一些愚蠢到极点的蓝营名嘴或国民党的投机失意政客的建议退选了，那台湾未来的走向就完全是延续蔡英文武汉肺炎，选择国籍要自己承担，台积电到美国设厂的蔡英文外交路线，这也就是说，目前所有替柯文哲说话的蓝营或非绿立场者，套柯文哲的话，你们也不是真正相信或认同所谓蓝营或非绿的价值。 因为柯文哲的本质就是内心是深绿，维持蔡英文外交路线，当然就是武汉肺炎，选择国籍要自己承担，台积电到美国设厂那一套。既然如此，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国民党到头来还要跟蔡英文路线继承者并肩作战，那还不如柯文哲呛蓝白河去死吧！这种苟合就只是利益交换，想要分赃总统府的垃圾行径。 柯文哲如同蔡英文痛恨中国的外交路线，包括蔡英文把针对中国的许多政策言论全部由外交部发表，以及陆委会已经被蔡英文架空虚极化，也必将完全延续。年初，外交部长吴钊燮不断在国际上指控中国即将犯台，例如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英国天空新闻网专访时说，中国武力犯台的几率升高。 2027年是他认为北京最有可能取行动的时间点。他并罕见指出，台湾的现状可能无法永远维持下去。柯文哲既然与蔡英文取同样的外交政策，柯文哲当然也会概括延续吴钊燮2027年是北京最有可能取行动的时间点。台湾的现状可能无法永远维持下去的论述，我看包括火山地雷什么的，柯文哲也一定会买好买满。 美国有人建议台湾人手一支 AK-47。台湾要变刺猬，这些蔡英文带来的外交成果，当然也会继续下去。就这一点来说，蔡英文把陆克当仇敌，例如其爱将郑文灿还包养屠杀陆克送花篮血德旺永昭，柯文哲必然也会延续这样的外交政策。因为柯文哲自己就说了，柯文哲内心是深绿，维持蔡英文外交路线，所以。 当年韩国与选总统高喊九二共识，不断被绿营痛骂那时，除了柯文哲不断否定外，那时所谓的韩粉频道陈清茂比特王，乃至要支持柯文哲，内心是深绿，维持蔡英文外交路线的论述，难道是因为你们跟柯文哲一样伪装太久了，不演了？我提过。 频道直播主或频道的本质就是 business。举例来说，大陆有非常多影评频道，不断做二次创作搬运影片，并且评论。如果这个频道经营有成，往往过一阵子就会一手，然后换一个声音讲解。这并非团队中的人替补了，而是整个频道经营权变了，换人去搞钱。台湾这些 FB 与 YouTube 频道有些有露脸，有些则无，但要变更。 支持对象转换主张也没那么困难，因为很多人蓝绿互换无缝接轨，就其根本原因就是利益，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奇怪，为何这么绿的人可以去蓝的地方，或是这么蓝的人可以替绿的说话。
要么因为选举恩怨，要么因为金钱利益，不管究竟是何种原因，绝对与理念不相干。就像过去可以支持认同九二共识的韩国瑜，如今又支持内心是深绿，维持蔡英文外交路线的柯文哲，怎能不违和呢？就是因为他们其实过去所谓的挺韩，不但不是真正欣赏韩国瑜这个人，也不是支持韩国瑜的理念，也所以他们可以忘记柯文哲过去辱骂韩国瑜读的书只够当北农总经理，距离国家总统还差得远。他们也可以忘记柯文哲的战狼陈志汉呛韩国瑜像个陷入疯狂敌我不分的醉汉。如果柯文哲不讲他自己内心是深绿，维持蔡英文外交路线，别人也难以抓个现行。现在柯文哲的言论反射出其真面目，这样也好。如果你是绿营支持者，请投正版的蔡英文路线继承人赖清德，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不会让你失望。如果你是韩粉，请投国民党侯友宜赵少康，因为至少韩国瑜就是国民党不分区立委第一名。如果你反对蔡英文过去八年的外交政策反中国路线图，那就不要投柯文哲与赖清德。但如果你支持蔡英文，请投票给赖清德，因为他才是正版。所以呢，柯文哲内心是深绿，维持蔡英文外交路线及过去所有言论的总和，都反映出一件事：柯文哲不是超越蓝绿，也不是独立于蓝绿，柯文哲只截取了蓝绿最不堪的部分，包括蔡英文仇中的外交路线及泛蓝反民进党的怨气。除了这些，就只剩下空壳子。柯文哲的白色力量是苍白的白，可以在上面写上很多理念，但全是判凑或根本就是抄来的。就像蔡英文的仇中外交路线武汉肺炎，选择国籍要自己承担，台积电到美国设厂一样。 BlackJack 2023年12月7日。